下面我们以白鹤三站为例来进行教学。白鹤三站有18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将筋挂印，左手用拳，右手用掌，左手的前背放在右手的掌心上，左脚往左边跨出一步成平行马，跟肩膀同宽，手从右腰旁边往前推出，这个点跟这个点两个手都要与肩膀一样高，中间形成一个圆，左手拳头前倾朝前面，右手用掌，掌心放在左手前背后面，这是将筋挂印。第二个动作，两心坠地，两心坠地，两个手同时变成鹤爪，收回到腰的旁边，掌心朝下往下压，两个手臂夹紧腰的两边，鹤爪五个手指头抓扣紧在掌心。第三个动作，孩儿捧花，孩儿捧花，右脚向前跨出一步，两个手同时变成掌往上拨，掌心朝上跟肩膀一样高，力量在掌根这个地方，两个手臂要往中间夹紧，两个指尖朝外45度角。接下来是坐姿朝阳，朝阳手指尖跟肩膀一样高，肘部跟身体一个前头的距离，掌心朝右上角斜45度角成朝阳手。第四个动作，将筋双剑，坐姿朝阳，将筋双剑，两个手往前打，手跟肩膀一样高一样宽，这手的力量是从腰的力带到肩膀，带到左部，到指尖，所有力量花到指尖这个地方，成将军双剑，坐姿朝阳，两个手往回收，左部向内沉稳，转稳的时候转下去，力量在手腕的下部。第五个动作，将筋双剑，进左脚，两手向前打成将筋双剑，两个手跟肩膀一样高一样宽，收回来坐姿朝阳。第六个动作，将筋双剑，右脚前进一步，两个手同时往前打成将筋双剑，两个手跟肩膀一样高，坐姿朝阳。
第七个动作，将筋双剑。右脚往后退一步，两个手同时往前打，两个手跟肩膀一样高，一样宽，收回来，坐姿朝阳。第八个动作，将筋双剑。左脚往后退一步，两个手向前打成将筋双剑，收回来，坐姿朝阳。第九个动作，将筋双剑。右脚往后退一步，两个手往前打成将筋双剑，然后坐姿朝阳。第十个动作，癫痫出现。右脚往前前进一步，两个手交叉打开，两个手所有的点，这几个点跟肩膀一样高，两个拳头的距离跟肩膀一样宽。这两个前眼对着自己的胸部，那力呢打开的时候，两个力点在这个小臂这个地方。